한다이 디나눈 마라부스 윈타부스광 한다이 디라눈 마바이스 한다이 디나눈 마바우스 윈타부스광 한다이 디라눈 마바이스 한다이 디라눈 마라부스 在我接触乡亲里，我似乎跟达户特别投缘。虽然外表是一个一家之主的大男人，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个性中的敏锐细腻。有时候看到他的身影，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孤独，一种不为人知的压力。我了解那个扛在肩上重担的感觉。又做噩梦了吗？在梦里，我梦到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最近妈和永久屋的事情让你压力太大了。记得大妈走的时候告诉我，我们文论的历史是不断的迁移，好像游牧民族一样。可能因为是天灾，也可能因为以前耕种的土地老化了，所以不得已才搬的。以前我怎么都没听你说过。我以为我们可以在拿沙鲁可以过一辈子。所以你有考虑要住永久屋吗？以前在山上造林是为了要保护被破坏的土地，可以做一点水土保持。这一次莫拉克风灾，我想是祖灵，也是大自然在给我们警告。大自然真的生病了。大地生病了，要休息。如果我们选择搬到永久屋，让那沙鲁的山上休息，恢复以前的样子，然后。你曾经告诉我，
人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我只担心，跟我的梦一样，如果大家都忘了那沙鲁，忘了回故乡的路，那我们还剩下什么呢？不会啦，就好像你很怕妈妈忘记你，虽然妈妈的失智症越来越严重，可是在她的心里，你永远是她的儿子大后，你也不会忘记妈妈。南沙鲁是我们永远的故乡，在我们的心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就像谢谢你，我想再好好想一想，先去休息吧。嗯，早点休息。经过内心的挣扎之后，在高雄县社会处的协助下，我将母亲送到疗养医院，同时也决定要搬到永久屋。陈龙师姐，你来了，真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就睡着了。我把你吵醒了，更不好意思了。不要这样子讲，其实我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，只是现在没事做，觉得时间好像变长了。坐着发呆都会胡思乱想，不像在山上有事情做，哪有时间打瞌睡？我知道，你们现在只等着盖好房子，心里也很难受，所以呢，我才想来问你要不要去工作啊？工作不要开玩笑了，我都60岁了，能做什么？原来个老板会要我？这不一样哎，社区老委会特别为乡亲们提出以工代政专案。以工代政？什么是以工代政？坐坐坐，我讲给你听啊。这乡亲们呢，原本在山上都有工作没办法做完，那他们又需要这个经济收入，可是他们不能一直接受社会的救济啊，所以呢，希望有些工作机会给他们，让他们自食其力，重新站起来。好啊，我愿意参加。
那可不可以帮我多找几位乡亲们？刚才啊，我看那些年轻人大白天都在喝酒耶。我希望他们能够振作起来，参加义工代政，替未来着想。慈童师姐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可以呀。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么好，这么关心我们？因为啊，你们是我的朋友。嗯，我答应你一定会带我们很多的族人去参加义工代政。你们都可以一起加入啊，一天工资800块。啊，一天工资才800块啊？对啊，我去外面工地工作，一天至少要1000多块。那些工作又不稳定，也不是天天有，800块一天虽然不多，但是累积起来也不少。等新房子盖好以后，你们还可以买一些家庭用的东西呀。然后大哥，以前在山上，我跟你住田地，那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们。唉，但是啊，大哥，你现在连家都没有了，你还是愿意出来赚这个1天800块的苦工？小弟我阿雄愿意参加义工代政的工作。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情，越是接近山林工地，我就越紧张。虽然知道未来要住在那里，还是觉得不踏实，心里空空的。就算踏上这片土地，我还是不停问自己，这就是我未来的家吗？我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吗？各位乡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签名完成报到手续哈。等一下会有师兄师姐带领你们到后面先坐一下。来，签名，请签名。各位参加义工代政的乡亲朋友，大家早。早。我是慧玲，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美女师姐哦。哎呦，不是美女，是玉女师姐。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等一下的时候呢，在上工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领这个工地帽，还有手套，还有志工背心。那我们的师兄师姐呢会带领大家开始工作。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跟领班讲哦，好不好？好。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哈，好，好，那请大家上前。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大家过来这边排队来领，来，这边这边。背心穿好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哈，来手套，手套。来哦，来，我这个要在这里。好，谢谢。在这边，要这样子，哈，这样才比较安全，哈。好。哎，老户，你的帽子是不是太小了？不会啦，只是不太习惯戴帽子。师姐，你怎么记得我的名字？哦，你们刚才签到的时候，我就尽量记住你们每一个名字。这样如果有事情要找你们呢，就不用一直哎哎哎的叫你们。
这样就很不礼貌啊。今天第一天。